你是候菜鸟吗？ 你是只会做白日梦的候菜鸟吗？ 燃烧你的斗志吧， 候菜鸟的灿烂时代。 由炎亚纶、曾志乔联手演出的最新周日偶像剧《候菜鸟的灿烂时代》即将于3月6号登场。两人为了带给观众全新的视觉震撼，选择了看似简单却超难的广告拍摄方式，让他们还没开拍就差点想放弃。没有拍 teaser 还要跳舞，我给玩鱼的啦，这是不同的source，不要担心。他们没有在跳舞的，不带他们跳。对啊，我们。 Sweetie也没人跳舞，有了，还是有跳几首啦。菲瑞还不太会跳。预备，一二三四，看看，这是什么？三二一，一二三，拍。你蹲地，他没有要蹲啊。 史上最难的广告，搓烂搓烂，再一次，等一下，你就可以，你可以做，这他会转吗？对，可以转，可是我都会把布，那就跳一次，跳一次拉一次，这跳是拉一次啊，对，大家用体重把它压住。那我就站上去好了，拉一下，还有，也不行不行，那边会凹陷，那边，那也是你的烦恼，对，水自己吗？笑得很开心，我这边好喜欢他，他真的很乐观，因为他很幽默。哎，你们有发现？ <笑>好意思，虽然炎亚纶看起来老神在在，还有时间跟玩娱幕后小组闲话家常，不过一个交换位置后，却让阿布不敢掉以轻心。一二三，拍。没有想到我的角色有点难吧？这么难，因为会有点赶，对，可能要再数慢一点，不然他会两个数。数来宝的感觉。 一二三，慢。所以是我的问题吗？不是，是我数太慢。你就跟我讲就好，是我是比较慢，对不对？好，我知道，所以要转快一点。对，对不起。刚刚其实我也。哦，他现在才讲，刚刚没不讲。对啊，为什么不讲？这是我还是。身为一个演员，就是 OK 就对了。对呀。讲那么多。没。 OK， 我发动。一二三，三根旗。我还以为整个飞的。对，我想，我还以为很简单呢。这个它很难啦，但就是改一改。很难啦。观众想说，这么简单，这么简单。这他们有种过来这边试试看啊。你来，你来。知道谁转身最简单？一定不好笑。 你不要问，不要问，不敢问。哎，可是好像又有点想知道啊。好，那个周杰伦跟达尔，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不知道哎。转身离开。好，算了，干嘛问嘛？我个人交情，拜托你帮我去。既然这么需要别人的帮忙，那就让阿布转身离开。先来看看巧巧在办公室的独角戏吧。在办公室东西蛮少的。 混吃等死，哎，要么就快离职，要么就是刚来这边上班。这太梦幻了吧？这是一个正常人的办公室，可你一个人就有获得一些办公室，这应该不是候菜鸟了。我想，你真的很爱把重点放在，只在拍广告。哦，醒来，上一晚上一集还配合你，你看还一个人在讲，在拍广告，睡着了。 惊喜，惊喜！好，看一下啊。好，我这个人惊喜。真的太惊喜了。哈哈哈哈哈。还有一次，女生指头发还是你知道。
觉得画面很吓人，身穿白衣服，你有殿下吗？要戏之后走，抹黑他，拍一下就走。然后如果真的有怎么办呢？对啊，你要不要换回去？你问，给你问。当帅气的执行长碰上俏丽的秘书，果然两个人拌嘴拌不停。如果斗嘴输了没有关系，乔乔还可以用业绩给老板一点眼色瞧瞧。谢谢大家。冰箱是辣秘书，有谁受得了他的长发？长发大留留他，大留留为什么不夸夸我头发？对他夸一个很无所谓，每个人都有的，我也可以留啊。我没办法讲，然后讲完就讲不出来。对啊，所以是吴念真导演也可以留长发。谢谢大家。你没有拍过武打吗？紫禁之巅算吧，格斗天王哎，对，格斗天王，拍一部戏叫《恶女阿初》，对啊，后来我又去拍了《又见幽梦》，我们那个连拍四部，敢不敢嘛？很侠女啊，不要人，不要人，没有没有，我非常不擅长，我可以装得很像，因为我长得很像侠女脸，然后我真的现在看不到，改多加油，请你搬，你在放箭哎。一般的时候放出来，就我没有觉得，像有些人就是觉得说，他可以，有些人就会觉得说他可以演一个打五个，一个打十个，他觉得很帅。就我没有这种梦想，就怎么样？甄子丹，有人就是没有这种梦想，怎么样？他本来有点想找乔乔，他现在看到这一段，哇！子丹，为了子丹应该可以。子丹，你听我说。好，你说，你说。我可以，我可以。要他一个打二十个，他可以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一个打十个太少。为了避免炎亚纶争之巧，还没开拍九分连，还是先把你们两个暂时隔离一下，把个人的镜头拍完再说。你是只会做梦的后菜鸟吗？喂喂喂喂喂，披萨哈吗？喂，海鲜披萨跟章鱼烧。要压炸鸡吗？炸鸡不用，我要那个烤的。好，那芝心薄片还是？一个芝心，一个薄片。好，几分钟？25。好。你常常叫哦？很少啦，我都就是去店里拿，买大送大比较划算。对，外带外送只有买大送小。对，我搞不懂这个。对呀、啊，有什么差？就它可以少一个路程。来，下收音喽。好。你是失去梦想的后菜鸟吗？专家的感觉。你是公台公台，你是失去梦想的后菜鸟吗？专业哦。警察这是电台，好像主播。对对对。想说是要用哪一种态度？主播好，跟气象主播没有这么美的气象主播啦。客气，也是真的太客气。然后娘子就会以为自己是教官，就越来越严。还是是魔法学校里面的人？什么？这有点像是哈利波特那种。这个吗？这不是我的意思。我刚刚说什么？你是失去梦想的后菜鸟吗？手伸出来。后菜鸟，不用心，不用心，活该你是后菜鸟。本来以为隔离拍摄后就能安然无恙，没想到曾志乔再来个大爆料。只能说两人不止戏中竞争不断，连幕后花絮的梗王都要随时较劲。你说他上台前怎样？上台就跟我说啊，太好了，因为乔乔好像也蛮会讲。对，你想要很会讲。那我今天终于可以休息一下，就一上台狂讲。我要狂讲。一上台，因为现在台下没有说后菜鸟，我来讲。然后就一上台，他说后菜鸟啊讲。其实从炎亚纶和曾志乔的不断拌嘴中，就能看出两人的好默契绝对不在话下。即将从朋友关系变成长官和员工，究竟后菜鸟与执行长还会擦出什么精彩火花？那就别错过3月6号起每周日晚间10点台视频道，与您相约在后菜鸟的灿烂时代。完全娱乐观潮文独家报道。